近日随着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的火速走红，首播创下 1.06 收视率，成为当下最火的真人秀节目后，对此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开始了不知何由的炮轰《我是歌手》，还表示丝毫不担心《我是歌手》的锋芒会盖过好声音。陆伟表示，《我是歌手》节目由于歌手都是已经成名的，不像好声音学员那样，那些学员十分青涩，有些不敢直对镜头，真情流露显得略显浮躁。而之后网友将《我是歌手》中众多表情帝哭泣姐抛上网，也引得好声音方指责湖南台的剪辑太多太不真实，不像好声音那样绝无后期加工的痕迹。在选择选手方面，陆伟更是表示，我是歌手的选手毫无新鲜感，而好声音在选择方面绝对是精挑细选为观众服务。生病去世了，重重叠叠里焦外嫩的炮轰将我是歌手批得一无是处。对此我是歌手制作中心却回应称，谢谢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先生认真观看了我是歌手，欢迎多多提出建议和意见。由此虽然我们不知是因为我是歌手的收视率瞬间秒杀好声音引得对方嫉妒，还是这只是两家选秀媒体间的意见交流，但相信只要制作方用真诚的心态制作节目给予受众，受众一定会感受得到。由古月播报整理报道。上百位搞笑牛人带来属于网络的欢乐才艺，这是优酷为您带来的我是传奇二欢乐集。